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文化大百科》，我是主持人王玲玲。在许多人的记忆之中，都有这样的一个漫画形象：瘦小的身躯，大大的脑袋，头上只有三根头发，还长了一个圆圆的鼻头，大而亮的眼睛咕噜噜的转，整天制造麻烦，却总能够转危为安。这便是在中国家喻户晓的漫画人物三毛。在人们的印象当中，三毛就像是一个童星，很多人从几岁的年纪开始就捧着三毛漫画认真的翻看，和主人公三毛一起流泪，一起欢笑。以三毛为主人公的连环漫画共有十多部，他的创作者漫画家张乐平也由此赢得了三毛之父的美名。张乐平笔下的漫画人物三毛诞生于1935年春夏之交，目前能找到的最早的三毛漫画刊登在1935年7月28日的晨报副刊《图画晨报》上。漫画中三毛奇特的造型立即引起了广大读者的注意。此后两年间，张乐平创作了很多有趣又耐人寻味的三毛漫画作品，在上海多家报刊画报先后刊登了200多幅。三毛在当时就已经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漫画明星。1937年，抗日战争爆发，张乐平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，投入到支持抗战的行列。他不仅创作了大量爱国题材绘画作品，也对三毛这一形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，并开始了系列创作。1946年，连环漫画《三毛从军记》结集出版。《三毛从军记》是张乐平奠定自己大师级地位的作品，也把三毛这个漫画形象推向一个新的艺术高度。此后，三毛的形象产生了质的变化。1947年初，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，张乐平先生在回家的路上发现了三个流浪儿，他们身上披着破麻袋，冻得瑟瑟发抖。张乐平心里十分难过，但他自己实在没有能力帮助这些流浪儿，只能够黯然离去。第二天早晨，在经过那个弄堂口，他发现三个流浪儿已经冻死了两个，一辆收尸车正要把尸体运走。这件事在张乐平心灵上产生了极大的震撼，他想，为什么不用自己擅长的方式，用手中的画笔来向社会提出控诉呢？于是一部更加充满深情和人道主义情怀的作品《三毛流浪记》诞生了。为了画好《三毛流浪记》，张乐平经常和流浪儿在一起。当时上海的陈家木桥是流浪儿聚集的地方，他时常来到那儿，坐在他们中间和他们说话。慢慢的，他和流浪儿成了朋友，从他们那里听到看到的许多事情后来都被画到了《三毛流浪记》中。这个时候的三毛让人心酸地在画面中生存着，一个无家可归的小孩，吃不饱穿不暖，也没有地方让他躲风挡雨。瘦小矮小的三毛做报贩、擦皮鞋、当学徒，他不偷不抢，也不贪图意外之财，靠自己的微薄劳力，在富人的白眼和巡捕的打骂中生活。即使如此，他还会在一切可能的机会下帮助别人。1947年6月15日，《三毛流浪记》开始在上海《大公报》上连载，由此引起了社会的轰动。在《大公报》连载的250天里，每天清晨，许多人争相购买《大公报》，只为了想早一点知道三毛的生活际遇。三毛聪明机灵、乐观幽默而又不畏强暴的性格，受到了当时广大读者的喜爱。街头的报刊总是吸引着许许多多的读者，就是不识字的老人和小孩也要把报上的三毛多看几眼。一些读者甚至以为三毛确有其人，捐来了钱，送来了衣裳，三毛形象深入人心，成为人们关心牵挂的小孩。1948年，一部云集了赵丹、孙道林、黄宗英、
上官云珠等知名影星的电影问世。令人惊奇的是，这些在当时最有名的演员都饰演配角，而主角是一个名叫王隆基的小男孩。这部电影就是昆仑电影公司根据漫画《三毛流浪记》改编的同名影片。影片里，三毛无家可归，衣食无着，为了生存，他卖过报，拾过烟头，帮别人推黄包车，也曾被一个有钱的贵妇人收养。不过三毛过不惯有钱人家虚伪的生活，在贵妇人为他举行酒会时，就和一群流浪儿伙伴搅乱了酒会，又回到了流浪儿队伍中去。20世纪40年代是整个中国社会剧烈动荡的年代，三毛这样的小孩又怎能幸免呢？直到新中国成立后，三毛才告别了从军与流浪的苦难生涯，以一个健康活泼的儿童形象重新回到了读者中间。1951年元旦，张乐平开始在大公报上连载新创作的三毛漫画，随后数十年，三毛迎解放、三毛今夕、三毛学雷锋、三毛学法等系列作品陆续问世。透过这些作品的名字，人们看到张乐平渴望孩子健康成长的一颗赤诚之心。三毛积极上进的形象一直延续到1992年，这是张乐平生前发表的最后一幅三毛作品。1992年，三毛杯全国中小学生文史知识竞赛的赛标。同年9月，三毛之父张乐平去世。从上世纪30年代顽皮的三毛，到40年代从军和流浪的三毛，再到新中国健康向上的三毛，这一漫画人物从一个孩童的视角讲述了时代变迁、社会万象与普通人的喜怒哀乐，他陪伴了几代中国人的成长，堪称世界漫画史上的一个经典形象。到2015年，三毛这个漫画人物已经80岁了。但在中国人心中，三毛不仅依旧是那个只长了三根头发的小男孩，更成为一个拥有历史底蕴和艺术魅力的文化符号。好，观众朋友，今天的文化大百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获取更多央视综艺的动态资讯，您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官方微博央视综艺参与实时互动。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、微博等任何可以扫描二维码的软件，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加入我们。非常感谢您的收看，让我们相约明天同一时间，再见。它地处隋唐洛阳城北，是曾经兴盛一时的天下第一粮仓，作为隋唐时期中国南北漕运发达的有力见证，它的出现为人们打开了触摸历史的大门。一座粮仓遗址究竟呈现何等样貌？敬请收看文化大百科回落仓。